主料，瘦肉500克，可乐300毫升，辅料，油、盐、葱姜、大蒜、八角、花椒、老抽、料酒、鸡精、糖。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准备材料：八角、花角、葱花、姜片、干红椒等，瘦肉切成小块洗净。油锅预热，倒入材料包香，倒入瘦肉，加入适量料酒去除腥腻味。准备可乐，倒入可乐、盐、鸡精，汤汁变粘稠即可出锅。我一般炒菜都是直接炒到汁，很少的时候才出锅，这样入味的很好。烹饪技巧，肉放在油锅中炒5分钟左右，再加入可乐，这样子的肉口感比较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